一个建议吧，我的包包有什么好了？那因为我的包包现在真的没有什么，所以就是很少东西。我今天一样要带这个包出门啦。这是一个 Nicole and 的包包，有兴趣可以看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是一个手拿包，然后有一个夹子，然后就一个大的袋子。好了，第一个包包的是我的早餐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然后你要加热，记得一定要加热，好吗？一定要加热。那我皮包好乱，这是一个我的皮夹，看不出来它是Paul Smith 的皮夹，然后超乱的。是一堆卡啊什么的，但里面内侧很可爱，就是一个彩虹的。我在韩国仁川机场买的，就是很喜欢。后来是一个 Zara 买的放卡片的，对。然后因为我很容易丢掉卡嘛，所以就是放的这个。然后里面有我的护身符，跟一些悠游卡。就是 I can 那个随身卡，然后还有线，就是我想要找东西收纳它，但我现在还没找到，就是我的 iPhone 线。这个呢，就是行动电源，这是10000的行动电源，是小米的。先把我这个，有吗？啊，就这样，就是行动电源是小米的。然后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那边丢掉一次那个我的行动电源，因为上面没有标记，所以的话就买了有标记的。然后它可以充我的 iPhone。大概3次吧，所以容量非常非常的大，用了1年了。然后再来是装饮料的，那个为了环保，所以我都会装饮料。然后这是台南波哥的，用吗？对，这是台南波哥的，就是一家饮料店的。这样就会比较环保一点，让你出门买饮料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东西装，不用买。因为我之前在 Coco 的时候买了一个环保袋，要6块。天哪！好了，再来是护唇膏，就是这个。好，虽然它原本的味道不好，但是草莓的话非常的。就是最近新闻说喷多不好啦，可是就是很舒爽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很棒。就是这个喷鼻剂，然后后面也可以用，晕车的时候就可以。简易版的，我的包包有什么？就这样，我没东西了。哦，还有一把雨伞 ，Uniqlo 的雨伞，好用。然后下次会再录，就是跟朋友的包包里面有什么？我觉得我工作包比较精彩，然后但是就是我会再找朋友跟我一起录，所以再期待吧。就这样了，我等一下喝咖啡，然后就出门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